你看它像什么东西？我根本看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，外面全部都是泡沫箱的。好了，看一下就盖起来了。鸡蛋。对呀、啊，是鸡蛋呀。烤蛋机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潘。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小秋。老婆。你来中国这么久啦，有很多新鲜东西你没见过。今天我带你去，舅舅让你看个东西，保证会惊讶到你。啊，有什么我没见过，会惊讶我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你看我家那小哥都跑到里面了。你不怕？这个，我们来了。这就这两天都没看到你在家，去哪里潇洒了？在外面随便转一转吧。啊，春天来了，要去放松心情哦。哎呀，我飞到今天这里啊。啊，今天带你来看的就是你面前这个了。想象一下。我想象一下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今天都没说这去买了。那给你一个提示，这些都能用干嘛？电锅，停电的时候用的。我停电的时候用啊。还有这样子的，还有这样的。它现在插电嘛，所以一段时间干嘛就发电。你看它像什么东西？我根本看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，外面全部都是泡沫箱的。这个是不是没有电的时候家里面用啊？刚才这个不是说了吗？他说的是电瓶。哦，他说的是这个。我跟你说的是这个，现在正亮的这个。哦，这个。哦，可以用手自己打开来看看。可以的哈。不用把那个拿，泡沫。啊，泡沫。好啦，看一下就盖起来啦。鸡蛋。对呀、啊，是鸡蛋呀。可以用煮蛋。哪里是煮蛋？这么明显还看不出来吗？里面看的这不是煮蛋，那叫什么？烤蛋机？不是不是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孵化机。孵化机？就是代替老母鸡来孵蛋的。你吹牛！我只见过老母鸡孵蛋，这样子孵哎，这样子。哪里有机子这样子啊？你给我一个大人的吹牛。不吹牛，我带你去看前面这个，前几天刚孵出来的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那机子孵出来的呀。啊，这就说过几天，叫我来抓几个去养。我说我没时间。就真的是机子孵出来的呀。是的呀，还骗你干嘛？看到没有啊？在这里啊，事实都摆在眼前，你还不相信啊？现在相信了没有？我真佩服中国的高科技。说实话，刚才我一打开，我就以为是烤鸡蛋的，像平时我们去街上吃那种，没有想到那么小的机子可以帮那个老母鸡孵鸡蛋。真的、哦，我在我老家，我只看过鸡孵，没有看过机子，而且还那么小，所以我不相信，很正常的一个事。这个的话。孵化率要高一点，哦，就是比老母鸡的更快。哎，对。哦，有，可以，老公可以，真的太可以了。我感觉刚刚好像我在做梦的一样，我都还没缓过来，怎么可能那机子里能孵化鸡蛋呢？给自己一巴掌，看是不是在做梦。用力一点嘛。不得。来个给舅外公。感觉人多的时候他好调皮啊。舅舅，你那机子好好用哦。还可以。之前我没有看到你买。他刚买的呀。刚买的呀。我说实在话我都没见过。不要说到我了哈，我更没见过。真的没见过世面。okay. 开始做菜呀、啊、舅舅好勤快，那么勤快的人。天天做饭，天天会做菜。小潘、看着学啊。学什么？学舅舅做菜啊。你会的呀。
我只是不喜欢吃而已。变懒了，因为老婆好玩，所以就变懒。算了，你别来这一套，你就知道我最上这一套了。更喜欢吃这种。对呀、啊，只要你一说，我就勤快了。小秋，今天来看到舅舅这个孵化机，你有什么感受？可以说说吧。就特别的有新鲜感，然后很开心。希望我以后的还能见更多更多的好东西，像今天一样。感觉我每次见到这些东西，好像没有见过世面那种。今天我们一家人有口福了，到舅舅这里直接吃饭了，啊、晚上就血豆腐、酸菜、腊肉，我们这边最爱。这酸菜是舅舅做的，真的。我们这就喜欢这样子的氛围，简简单单的，吃起来也没那么多讲究，叫外婆一起来吃啦。外婆马上来了。